看不太出来啊，我看得出来写的还蛮方的。通常装饰线才会比较花俏，结构体通常会比较方，像这可以稍微装饰扭一下还可以，这是结构体啊，不能扭来扭去。如果要扭，要找一两笔就好了，也不用太多，太多看起来花花的不文雅。像这个都还蛮端正的，我以他找这个笔画。加一点弧度，这个是深茶。香，对，看不太出来。点，扭转，弹性，往右下角歪，折过去，再勾起来。扭，好，你要折，那这里面，古代的鸟跟现代鸟多一横哈，现代鸟只有中间一横，以前是两横，那这一横会比较长，然后再加这一更长，沿向左，慢慢的向里面集中。福，哎呀，它注释有"福"这个字，但是看起来花花的，因为知道什么字，我们就拿来练一练啊。虽然写的可能跟它不太一样，这个拉长是一个"勾"字，不过都是破破的。破破，你要把它写得很完整。哦，那这个笔画，它写的比较低，这里看不太出来了。这里好像受到挤压，石头好像只受了一点挤压的感觉。纯，看不懂，没关系。他不写，自己写。把这个间隔写好，这个应该是他表现的弧度的撇短，捺略长。